Joe Man 凭借对决系列影片收获大批观众喜爱，频道更累积了近260万人订阅。日前他更新影片，开箱价值52500元的奢华棒球场以及200元的平价棒球场。Joe Man 在影片中开箱乐天桃园的主场，还在啦啦队成员林丹的带领下前往乐天女孩的休息室。他浮夸的表示，光是在走廊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女性荷尔蒙，让他紧张冒汗，说话结巴。Joe Man 进入学姐们的花花班时，吴以轩立刻帮他擦汗，林丹也做事帮他擦口红，让他激动直呼活着真好。事实上，Joe Man 在拍摄当天就创下与李多慧合体比爱心的场面，网友们纷纷羡慕直呼，哥活出了梦想中的样子，和多慧一起跳舞是无价啦，已经超越奢华等级了呢。Bye.